才结婚12天，李艳无预警公开人气隐忧，金鱼砍掉重练，真的 BBQ 了。李艳日前宣布想专心在自创品牌上，暂时不会演戏，而消失八点档近半年，李艳专心自家保养产品上，而李艳无预警认爱还再次成了人妻，近日则在脸书分享当人妻的心情，无奈笑说，不容易，人妻不好当，有课程能上吗？感叹号，过去的生活我只会工作赚钱，只会爱漂亮保养，只会到处去旅行玩乐，现在要砍掉重练了。又单引号，李艳和老公已登记结婚，李艳是两人个性不同却十分互补，但是到户政事务所签字那一刻很紧张，老公甚至紧张到满脸惨白，还问李艳，如果害怕我们可以转身离开。夫妻俩互动十分有趣，没想到才当人妻没多久，李艳发文感叹人妻不好当，竟还要砍掉重练，让他说完了完了完了， BBQ 了，真的 BBQ 了，原来是要张罗午餐却不知从何下手。李艳发文说，中午自告奋勇要煮午餐，打开冰箱，我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，默默地关起冰箱门，打开我的 Uber Eats app 解决我们的午餐，还好大嫂很好搞定，而且基本上都是她在处理。不容易，人妻不好当，有课程能上吗？感叹号，过去的生活我只会工作赚钱，只会爱漂亮保养，只会到处去旅行玩乐，现在要砍掉重练了。虽是烦恼，但可以感受到李艳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